喂，大声啲啊 ！OK， Michael， 等等啊，搵我啊，唔系 ，Michael， 长途电话，边个啊？新加坡打嚟，喂，系 Alex， 咩事帮我咁急？ 系，真嘅。咁好啊，我尽快过嚟啊。做咩？有事啊？小陈，阿李氏话嗰边嘅警方揾咗条女士，怀疑可能同我消失有关。咁你要过去咯？咁冇理由唔过去啫。咁你冇谂住话俾阿 Sam 知噶？ 半夜三更电话唔好听啊，梗系冇好嘢。冇谂啦，你叫人哋想象中咁慢嘅啫，吓。咩帮手出声啊？你放。 我有嘢想同你讲，我知道你有嘢想讲，系关于Susan嘅。估到啊？你个样都唔似想向我求婚，谂咗成晚都讲唔出口嘅嘢，我谂除咗同 Susan 有关之外，都冇乜其他可能性。我要过新加坡两日。Alex 揾到 Susan， 揾一条律师。 估计大约死咗半年有多，同 Susan 失踪嗰段时间好吻合。Alex 话想我过去睇睇。你记唔记得你应承过我啲咩？我唔单止记得，我仲应承过自己一定会做到。可能你会觉得我有啲过分，但我问多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记得你讲过啲乜嘢嘅话？ 依家死咗嗰个系咪 Susan 对你嚟讲有咩分别啊？系咪如果 Susan 真系死咗 ，Touch Wood， 你同我一齐你会觉得心安理得啲？我只不过关心一个好朋友，我想知道佢失踪咗咁耐会唔会出现咗啲咩意外？好朋友，你而家想呃你自己，又想呃我啫？好朋友唔会同你生仔噶，咁佢算系你边种朋友？我算系你咩朋友？ 咁如果你系介意嘅，我冇办法。我唔想介意噶，系第二次啦。 Susan 一日未出现，或者一日都未知道 Susan 发生咗咩事。我知道今次嘅事，好可能会再有好多机会会发生。其实我要点样做先可以帮到你？其实好难咯，因为我知道我好难同你脑里面嗰个 Susan 比较。 咁我而家系咪唔讲嘢会比较好啲？好啊，由呢一秒开始，我哋唔好再讲呢个问题，好唔好？ And I still can't believe that you came up to me and said, I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 你都会俾人虾嘅 ，Michael 又要过新加坡，系咪 Susan 件事啊
我真系接受唔到啦。咁咪可以理解嘅。咁我而家应该点啊？有冇同 Michael 倾过？就系倾过，所以唔开心。如果 Michael 关心嘅朋友唔系 Susan， 你或者唔会谂咁多嘢，系咪？或者会噶。你嘅问题就喺呢度啦。事情未发生，一定谂好多好多嘢。说话只有一句啫。 换咗你系Michael，时至今日你应该点做？你都唔帮我嘅，我系帮咗你添。再听多句啦，如果你要维持一段关系咧，谅解两个字系好紧要嘅。早唞。 Making love with you is all I wanna do. Loving you is more than just. Sorry, 唔緊要。唔該，俾部分卡拉我。call咁急咩事？你聽朝相機攞。你聽朝相機攞。你又去？我明曬啦。你明咩啊？我唔應該咁小氣咯。 笑咩啊？冇啊！我覺得你好可愛。雖然我淨係見過 Susan 一兩次，其實我都唔識佢嘅。我唔知點解，我硬係覺得同佢好似好有緣咁。會唔會係因為我？或者咧？你到底想點啫？我覺得同佢硬係好似。 大家係好朋友咁樣咯，咁我都想關心我嘅好朋友，我都想知道佢發生咗咩事。你都冇機票點相機嘅。我今日搞掂咗啦。其實你係咪驚我搞三搞四，所以跟埋過嚟及實我？咁你依家係咪唔想我跟埋你過去先？ 扎醒咗，我出花園耍套拳。你幾點機啫？你仲要埋阿Sam？喂，你確定係咁早嘅？你又想瞓？你兩行冇早瞓啦？唔係啊。Jason。誒。聰哥，又扎醒咗瞓唔著。我唔係啊，我都冇瞓過。你三隻嘢唔好扮嘢啦，唔捨得我咧。新加坡有幾遠啫？爬艇兩日到啦。阿Sam 唔係真係唔介意㗎。如果佢介意嘅，冇咩必要陪我去啊。不過咁係，你而家嘅關係有咩唔可以攤開嚟講啊？你有冇諗過，如果認到嗰個唔係 Susan， 你會點？咁如果你知道一個好朋友係冇事嘅，你會點？咁你有冇諗過，如果認到個真係 Susan， 咁你點啊？如果你係知道冇咗個好朋友，咁你又會點？ 嚟啦，夠鐘啦，唉，唔好講啦，唔好講，唉，我走啦，我送你啊，唔使啦，衫我翻上去瞓啦，啊，執啲手信啦，馬新隻啊，鱷魚肉啊，牛肉乾啊，豬肉乾啊，咁啦，得啦，識做噶啦，我坐緊機啊，自己啊，好，有啲，啊，俾我啊，啊，你頭先話咩啊？嗯，好臭喎，佢出到點都唔着波鞋。 耍拳啊，着波鞋嚟嘅。江城宇先生，系程若辉小姐，系你哋两位都系汤子琪嘅朋友，系就江先生，你之前所提供嘅资料咧，同我哋所发现嘅女性尸体好吻合，但系资料唔够详细，例如牙医记录啦，咁所以我哋有必要请两位嚟新加坡再求证。我希望可以帮我哋。请问你知唔知道阿汤小姐右边肋骨？
右手前臂同埋左腳嘅腳頸骨係咪曾經截斷過？佢之前冇同我提過呢啲嘢喎。咁你知唔知道佢之前有冇遇過啲咩意外咧？例如係交通意外，或者係從高處墮下之類。佢都冇同我提過。或者你哋認一認我哋喺個女性屍體上面發現嘅衣物。我想问一问，个尸体系咩地方发现？我哋系喺红毛桥一栋三个月前建成嘅楼宇。咁最近地下一个业主想将个花园改建成一个泳池。上个星期工程进行期间，佢就发现到一具女尸。红毛桥嘅地盘，咁会唔会我哋之前发现咗萧晨条手链嘅地方？我哋冇详细地址，我哋唔可以肯定噶嘛。我哋揾 Eric 帮手查一查。除了这些衫之外，有没有发现其他饰物？没有。我不可以肯定这些衫是不是属于我的朋友汤子琪。好，谢谢。咩啊？我同萧晨喺埋一齐，原来佢仲有好多嘢我唔知道。我细个嗰阵时咧，佢就踩单车跌亲，个膊头甩咗臼。叶叶，仲有咧？我出个水痘咯，你知唔知啊？块面都冇啦，几靓啊！喂，我依家达拉咧，系我细个嗰阵时跌断只手开刀留低嘅。真系？真噶，咁你做咩话俾我听同条十尺长嘅鲨鱼搏斗过啊？呃我啊你 ！That is my paw。小心啊！What's your name？ 阿杰达叔。Sam， 小心啊！佢点啊？医生话佢可能会有危险。你 OK 啊嘛？苏晨单嘢咧？警方证实咗嗰个尸体系苏晨。Michael 知道咗咩？我哋啱啱先接到通知。而家边啊？去医院先啊！
如果 Michael 仲系清醒嘅，你谂唔谂住话俾佢听？我冇谂过。你最好而家谂清楚先。有必要瞒住佢咩？如果佢问我，我实话咩都唔知嘅，睇你嘅啫。如果佢真知道真相嘅，冇必要瞒住佢啊。真相嘅嘢有时好难接受嘅。如果仲唔讲俾佢知，我觉得会对佢好唔公平。你揸注意。诶，人啱啱醒咗，医生已经嚟睇咗佢，你哋都唔好骚扰佢。诶，得咁姑娘，唔该晒。有冇通知阿妈同阿 Helen 嘅啫？通知咗。叫佢哋唔好担心我。啲嘢等我哋搞得噶啦，你安心休养。搞到你系边个？你咪同我讲呢啲嘢嘛，我哋几多年兄弟啊！你觉得辛苦，唔好讲咁多嘢啦，你休息下。唔好担心我。苏晨，你咪翻过嚟啊！唔系啊，点解你咁问啊？佢仲抱住个仔翻嚟揾我，叫我帮佢改名。冇呢咁嘅事啊！可能系你醒之前发梦嘅啫。点会嬲你啫？你听我讲啊，我唔准喊，唔好嬲。你讲啊！如果我有事嘅话，佢又抱住个仔翻嚟揾我，你话佢知。做一个好爸爸、好丈夫，系佢唔俾机会我，叫佢唔好闹我。嗯，你话佢知，我本来已经改定一个名，无论系仔又好，女又好，我都系谂住叫做君玲。名几好听啦！你仲会唔会嬲我？仲挂住苏晨？我知道你而家系中意我咪得咯。等你好翻，你有机会见到苏晨，你自己同佢讲啊。我惊冇机会。点会咧？你哋出翻去先，我要同病人详细检查一下。哦，转头翻嚟啦。傻仔，你一定唔会有事。先表現好好，我真係講唔出口。我諗任何一個關心 Michael 嘅朋友，都冇可能喺頭先嘅環境同佢講蘇晨死咗。其實成件事對你係最唔公平。
依家对边个唔公平都唔紧要。我从来冇谂过你会嚟探我。点解？因为你应该知道。 我有好多问题问你，而你又未必答到我。无论你问我乜嘢，答案都系得一个。原来早有准备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佢做嘅嘢负责任，所以你都唔应该例外。但我点都估唔到，决定我应唔应该负责任嗰个系你。我知道系好难听，但就算几难听，我都要讲。就我之所以咁做，最大嘅原因。 系希望你可以喺呢段时间里面反省一下，我唔想你一错再错。又真系几难听。你会唔会怪我？依家已经唔重要。咁有冇后悔？呢个问题，我都有问过我自己。虽然我依家坐喺呢度同你倾偈，不过最后赢嗰个始终都系我。咩意思？ 佢哋抄到嘅钱，只不过系我揾到嘅一小部分。嗰笔钱，当我出翻嚟之后，都仍然系属于我。你唔觉得咁样代价太大咩？我觉得值得。你觉得钱对你真系咁重要？系。我依家先至体会到，除咗自己之外，冇人可以信任，所以钱对我嚟讲系好重要。 你即系话你完全冇对自己所做嘅嘢觉得后悔？系。你仲未发觉，人与人之间有好多嘢唔系钱可以买得到嘅咩？你系咪想讲嗰啲乜嘢友情啊、亲情啊，同埋爱情啊？差唔多。爱情，我唔系冇付出过，但系结果得到啲乜嘢？咁系你选择嘅对象出咗错啫。 我哋讲友情，我点对 Jeff？呢家 Jeff 点样对我？咁你问下你自己，你有冇当人真系你嘅朋友？讲下亲情，我出事之后，我爸爸同我细佬冇打过电话俾我，冇同我联络过，呢啲算系咩亲情啫？咁喺你出事之前，你又点样对过佢哋啊？你有冇话过俾佢哋知你需要佢哋嘅关心啊？ 就算冇咁又点啫？一家人唔系应该咩都唔计较嘅咩？呢个世界系点，个游戏点玩，我好清楚。我亦都知道点玩，我冇玩错。我始终系大赢家。希望有人会改变到你嘅谂法啊！本来你可以。我谂有其他人会比我更加适合。
點解個情況咁穩定嘅？冇事嘅，佢一定捱得過呢關。請問林晴入輝小姐？係。出面有位阿律師打電話揾你，麻煩你出去聽啊！我哋唔想騷擾到啲病人。佢有冇講低咩事啊？冇喎。我幫你聽。呢邊。Alex 話揾到一個叫 Maggie 嘅人，有蘇晨進一步嘅消息。我諗我哋去咗差館。邊個係 Maggie 啊？聽 Alex 講咧，佢係菲力啲朋友嚟嘅。佢咩事咧？警方懷疑佢同菲力串謀販毒。咁佢同蘇晨有乜關係？菲力出咗事以後咧，就係佢偷咗蘇晨嗰部護照，攞大麻。咁即系话，当日 Alex 话 Susan 过咗大马，其实系错，过咗呢个系 Maggie。冇错。可能 Susan 喺之前已经出咗事，不过就冇人知。咁 Maggie 会唔会知 Susan 出咗咩事？睇班差佬点讲。Alex 啊，点解到咗啊？就喺度啦，菲力架车咧，同埋啲毒品咧，就喺度咧，俾警方发现嘅。佢哋话，菲力嘅朋友 Maggie 就承认咗将批毒品交俾菲力，菲力咧又应承咗佢，话会呃阿 Susan 咧，就将批毒品带过美国。结果 Susan 未出到机场就出事。Maggie 话咧，嗰啲毒品系收喺豆瓣酱嗰度嘅。哇！又系一两樽咁多嘅。菲力嘅车就呢度爆咗胎，唔紧要啊，小事啫，我帮你手。虽然想帮菲力手，就喺呢度发现啲白粉。警方就怀疑因为 Susan 想走，菲力就怕我去报警，所以就捉住 Susan。你夹埋呃我帮你搭搭。Susan 啊，我点解你要咁样做啊？你有谂过要俾海关捉到我会冇命噶？我系被逼噶咋 ？Michael 讲你啱，由开始就唔应该相信你。Susan 喺边度被杀？警方暂时咧都未推断得到啊。Susan， 你听我讲啊！
相信是在这里被杀的。我在这里 Michael， 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这里的，我知道你知道的 Michael。Sam，其实我两个算不算是最幸福的一对？如果你聪明一点的话，那我们幸福一点。其实我不会比你蠢的。证明给我看。喐三次。每一次喐两只，跟着所有的杯口向上。咁都唔代表你聪明过我噶，你只不过做咗啲我一早做到嘅嘢啫噃。试下依个啊！证明到你聪明过我，你系咪会开心啲咧？其实我哋两个经历咗咁多唔开心嘅事，都可以喺埋一齐，我已经觉得好开心。我放弃了。呢排有冇见过 Michelle 啊？有。佢点啊？谂佢好过我啩。讲真啦，有冇嬲过我？嬲到依家。有冇后悔？咁啊冇。
唔做讲两句大话都居然可以眼都唔眨。我谂嬲我咧就冇咩必要嘅，后悔就点都有噶。而家仲有冇谂住追我？你追我话啫，我追你我睇几难追得到啦。咁难追个女人都追到过啦，咪一样散化啦。好彩，如果唔系我惊你又要受到严重嘅自信心打击啊。余生，见唔见 Jessica？ 啱啱我哋讲起你，我有话题俾你哋讲。咪坐。冇，我个朋友去近况啊。咁你哋点啊？啊，我哋唔好我哋啊，分开嚟讲。我几好。我都好。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喂，系，哦，唔紧要啊，咁你早啲休息啊，拜拜。Jessica 唔嚟啊？系啊，咁我走先啦，你慢慢倾啊。唔快，我哋冇乜特别嘢倾噶咋。拜拜。如果你有嘢要同 Michelle 讲嘅，可以唔使应酬我噶。嗯。我认输啊！虽然我个洗衣机仲喺你度未搬走，你有冇带出嚟啊？如果你而家话俾翻我，我真系唔知点算。又喺度谂咩啊？